好，有关于当年他是如何成功的逃出绿岛的细节呢？这些恐怕只能够留在当事人的心底了。而时空变迁，至于现在的绿岛呢，则是相当受到年轻人喜欢的一个度假胜地。哇塞，今天天气超好的，看看这个蓝天白云，还有这个非常漂亮的灯塔。我们现在就在绿岛，我是玲玲，今天要带大家去看看绿岛有什么好吃好玩的，跟我走就对了。哇，它这个沙滩超美的，这叫乌油窟，就在灯塔旁边一个小小的沙滩，非常漂亮。阳光、沙滩、比基尼，来到绿岛赏美景外，当然要下水。满了气瓶哦，满了气瓶，等一下那边的装备啊，就是来好。那现在我们着装完毕，准备出发去海边。热爱潜水的这群人到处爬爬照，不能错过绿岛美丽的海底世界。这边就是我们绿岛最有名的石朗浮潜区，每天都有非常多的游客来到这边潜水，因为底下有非常漂亮的生态，满满的珊瑚礁、小丑鱼还有海龟，就是这里。水下也是非常美，因为它跟其他台湾离岛甚至是国外很多地方都不同，而是这边有黑潮的主流经过，所以黑潮带过它本身就是一股清流，所以这边的海底几乎一年四季都是 HD 的画质，非常漂亮，很清澈，所以你怎么拍都怎么美，那海底世界就非常漂亮，所以也吸引很多国内国外观光客会特地为了潜水而来这边，也是很朝着主播这条路前进，就很想要进入新闻界。但是在我毕业那一年，我就来到绿岛打工度假，后来我就开始爱上潜水，把本来皮肤超白的我就晒得很黑这样，然后就因为太喜欢潜水了，所以我就搬到这边，现在在这里定居工作。绿岛除了潜水很有名之外，这里也有非常多梅花鹿，这边呢就有一间以梅花鹿为主题的小木屋，超级可爱的，它有超多鹿娃娃，接着跟我上楼去看看。而且这边也是超级多网美喜欢来拍照的打卡圣地哦。来呀，来呀，拍照！年轻人走到哪都要拍照打卡，可爱梅花鹿超好拍，不能错过的还有特色小点心。第二，这就是他们的招牌鹿蛋烧，超级可爱的，它就是一家四口的梅花鹿造型，有爸爸妈妈还有两只小鹿。那它其实根本就不是鹿蛋哦，因为鹿是胎生的，它其实就是长得很像梅花鹿造型的鸡蛋糕，那里面有他们自制的爆浆卡士达酱，非常好吃。吃完甜的，来个咸口味。阿妈卖的章鱼葱油饼是当地人气小吃。这是我章鱼。撒上香菜，淋上辣酱，色香味俱全。厚厚一大块章鱼葱油饼，包着满满美味。要是吃不够，热腾腾的关东煮、黑轮、贡丸、鱼板、猪血糕、白萝卜，每只统统只要10块钱。来到绿岛呢，大家就会想到这边有监狱。那今天就要带大家来吃一家非常有特色的冰店。老板，我要一份你们的招牌。好哦，来绿岛当然是要点海草冰啊。一种种好料铺满搓冰山，最后重点淋上一大汤匙绿岛特产海草。哇，太棒了！这超多海草的，超棒，看起来超好吃。另外 ，Q 弹口感的海燕窝也是特色冰品。吃冰消暑后，环顾店内装潢，打造监狱风格，拍照留念是一定要的。各种蔬菜肉类豪迈放上烤盘，碳烤任你吃到饱。好友们到绿岛玩，晚上吃吃喝喝，饱餐一顿。想吃点海味好料，可以跟店家单点，有比手掌还要大的巨无霸生蚝，火烤或者生吃任你选。剥开壳后，肥美饱满的生蚝让人口水直流，不用加任何调味料就能尝到滑嫩鲜甜的雄鸡海味。另外还有新鲜大虾，肉质 Q 弹，让爱虾人士大饱口福。好友们，大啖美食搭配冰凉啤酒，真是一大享受。
游客欢乐高唱《绿岛小夜曲》，吃饱喝足，三五好友骑上机车想散心。可是有个神秘地方，当地人说千万夜游不能去。燕子洞白天可以去，白天那边就是非常漂亮，很漂亮的景点，很漂亮的海啊，还有一个洞穴可以走进去看。但是晚上真的是千万不要去，因为那边晚上几乎你只要去了，大概八九成都会出事。卖去吼，遐有较阴啦，遐卖去安尼啦。暗时听到讲要去，我惊，我唔敢去，卖去。绿岛的当地人都知道，燕子洞是个极阴之地。它虽然有一片非常美丽的沙滩，但是当地人都知道最好少去为妙，特别是晚上。而这个诡异的传说呢，甚至还曾经吸引过国际知名的城市探险家，他千里迢迢地飞到绿岛一探究竟。绿岛一家饭店老板娘林秀玉开着车带着我们前往燕子洞，沿途石子路颠簸，两旁杂草丛生，到处是林头树。越往海边去，岩石林立，还没到目的地，林秀玉先对山脚下矗立的墓碑双手合十。那些杂草，那个林头树啊，什么都在这边呢。以前到处很杂乱。对，很杂乱啊，四周围的林头树都在这边杂草，这样重生啊，所以现在是变真的是给人家感觉很温暖。这个时代都用寻求的，哦，万一里面或是犯人跟犯人打架死掉的啦，或是寻求死掉的，哦，然后都这些政治犯有时候在里面关死掉的，也都给他葬在那个。以前这些政治犯，就比如讲说他是很像只有十二中队而已，往生的。就把它称为他们那边是十三中队。离开十三中队墓碑，沿着沙滩往前走，右前方尾端是个宽广高深的海石洞，燕群飞翔盘旋。往洞里走，出现一个大石平台。曾志万像我们过年过节，他都会清明联欢啊，那时候啊，然后都会舞龙舞狮啦，表演啦，可能他们就在燕子洞那边彩排了。燕子洞一天当中只有几个小时阳光照进来，洞里滴水潮湿，站在洞内明显感觉比较阴凉。像这样子的环境哦，很阴湿嘛。往生的人死掉之后哈，我们这边的人都不会马上运出，放在这边很安全啊，比较不会臭掉啊。因为这边比较凉一点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所以之前是说所谓的临时的停尸间。停尸间说法之外，还流传是日据时代处死犯人的刑场，加上位处偏僻，附近有十三中队墓园，各种鬼影幢幢之说不断出现。靠近海岸边，加上海蚀地形，绿岛的这个燕子洞在这边是非常的知名。白天的时候景色是很漂亮，然而这里却有一个别称叫做鬼洞，因为传闻在这里发生了许多神秘又诡异的传闻。我这边的客人也有时候晚上夜游到那边，比较敏感度的哈，他去到那边有时候说就起不出来。那我有朋友，他就是比较有一些特殊的体质，他到了那边之后，他就说一看过去，整个画面就是雾掉，他眼前的东西全部视线是模糊的这样。然后还有朋友因为晚上去那边误闯，他们不知道晚上不能去，结果隔天就摔车，全部一整团的人全部都摔车出事。昨天本来想来夜游，可是感觉就不太对，这个没有来，就毛毛的，不舒服。不舒服哦，有什么感应不对劲的状况吗？说不上来，就是直觉就告诉我们不要再往前走。哦，那为什么白天还是想来看？白天没关系的。当地居民都不敢踏进的夜晚禁区，曾有潜水教练带团夜游，突然有人脱队。他就说，因为他刚到的时候，他就感觉到那边就是有人在盯着他的那种感觉。那他一开始不以为意，但是后来过一阵子之后，他发现不对劲，就是开始慢慢那个东西有一个力量，有一个东西往我们这边靠近的。那因为他感受得到，所以他很害怕，所以他就突然骑走。就是他走之前，他有回头看一下，那他就发现说，就是
那个有一模，就是有一颗头在我的肩膀上这样。然而，总是有试探的年轻人觉得白天去不过瘾，就团夜游。有一个女大生的妈妈去告这个导游，这样，她就说，她这个女生回来就是不是变，就是变得不是她女儿这样。那好像有去庙里收金还是什么，那那个庙里的人就跟她说，就是后面跟了20几个，但是讲话很不好听，就是一些就是讲一些以前犯人可能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，那调侃他们之类的。就他回去，他说他第一次遇到就是被鬼压床。海风呼呼吹，大白天美丽海景，心旷神怡，但晚上冷风徐徐，没路灯，路况不好，晚上去燕子洞相对危险。姑且不谈灵异传说，安全考量，晚上还是不去。燕子洞呢，还有一个藏宝的传说。据说当年管训时期，有受刑人就在燕子洞里头发现了一块黄金砖头，而他在出狱之后呢，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台中一对夫妇。没想到后来这对夫妇呢，真的跑到了绿岛来挖黄金了。结果他们挖到了什么呢？我爸爸那个年代，他们也讲说有人发现到黄金在绿岛。绿岛藏黄金传说不断，挖金梦一直上演。荷兰人啊，或是西班牙的啦，战争的时候，他那个刚好那个船到绿岛这边，战争嘛，碰到船难，把这些金块用到藏在绿岛。何富祥在绿岛长大，黄金传说听过无数次，从没人挖到，他也没想过寻宝发财。这机缘却在10年前发生在他和太太身上。就往这个边边没有开灯，晚上暗暗的不是吗？你想他们怎么过？他就顺着这个山边，上去到那个山洞。对，就这个洞，没有错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1997年的10月中旬，一群水里来的人哦，就说要来绿岛挖金。他透过台东一个同学叫高清峰一眼，他的介绍，然后找上我，因为他是跟我是同学。小心哦，慢慢来。林秀玉跟丈夫在绿岛开饭店多年。告诉这一对挖金的谢姓夫妻别做梦，但对方很肯定黄金藏在洞穴中。原来是听一个囚犯说的。那个犯人是住在水里的了，他以前在这里关过，有一个那个罗密亚，那个棋子罗密亚就掉下去那个洞里面，找到那个罗密亚的时候，他就拿一块砖块说给他挖看看这样。这个是黄金啊！说他还甚至还说他有打字呢。他说，一块黄金是35公斤，很重啊。他当时说给他拿52块，就放在那个洞的那个山壁，说出狱的时候他要回来。差点没命，依然没找到。后来谢姓夫妻跟朋友知道藏宝传说后，找朋友到绿岛开挖。结果才第3天而已哦，9点多打电话来，通常他们是12点1点打电话给我说来接我们，可是那一天9点就来了。我给我老婆讲说，哎呦，他们有掏到金了，你怎么9点多就叫我说要去载他了，对不对？神神秘秘。哎，神神秘秘的，然后我就赶快车子开着就上去了。和富祥夫妻满心期待赶着去接人，听到的却是这个消息。里面有人往生，我说谁？我一看叔他们的人6个人都在，我说谁呀？他说里面有人往生，我说里面有人往生，我整个头皮发麻。我就给他们讲说，既然你们发现到这些骨骸了，你就要给它捡干净。我们一进去那个山洞，我感觉很温暖，就一点冷的感觉都没有。然后呢？我一看到那些骨骸啊，他们挖的那些之前挖到的那些骨骸啊，我就一直掉眼泪，莫名其妙。说也奇怪，林秀玉进到洞穴常有特殊感应，有天晚上觉得好困，刚躺
你知道我的头上很多很多巨人头手啊，有的是整个的，然后我的四周围，你知道他们这样子影响到我呼吸困难呢，我就说吼，我们既然来了，要帮你们，那你们要让我们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把你们找到，所以他们就点香烟。你知道那香烟点下去啊，哈，比如说我们正常一根香烟，也许要一直抽一直抽，大概五分钟才会抽完，但是他们都不是，大概一分钟就抽完了。全部一包一包，差不多二十一包，然后以头盖骨来算，差不多一百多个，一百多个。然后就整个那个平台都清光光。橘红色跟黄色的这个是当初出土的时候，对，因为我们有跟他求，就说哈，啊我因为身体不好，那一阵子都很差就对了。我现在就跟他求说哈，如果说你要出26人替你供奉什么的哈，你一定要让我太太的身体好起来，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去。对，初二十六去拜拜一下，啊，然后他我先生就宝贝的恭候，成功买神婆啊，你好。为筹措安置骨骸处所，挖井者各自捐钱，也向人募款，盖了这间万善祠。夫妻俩定期祭拜，挖井梦碎，但夫妻俩觉得心存善念，能帮上忙就是好事一桩。那祖先拿台了，时间到。要捡骨头啊，咱拢讲捡金，捡金，对不？事实上，可能这些人要出土的啦，石头化作金给这个犯人看的。某一种因缘机会之下，他们一定要出土啊，找到我们这些贫困人，参与这些工作的这些人，现在的生活比以前过得还要好。